综合外媒报道，根据英国癌症研究基金会，癌症常见的症状包括疲劳、体重突然增加或减少、有皮下肿块、持续咳嗽、呼吸困难、排便或者排尿的习惯改变。不过还有一项症状有很多人都经常会忽略，就是吃饭的时候吞咽困难。报道引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肠胃科专家安妮指出，吞咽困难是民众容易忽略的五个癌症症状之一，可能是颈部、头部、嘴巴等部位出现了癌症症状，导致到嘴巴、喉咙肌肉的运作方式改变。另外，如果几乎没什么吃东西但依然觉得饱的话，都要小心。安妮亦都提到其余四个容易被忽略的癌症症状，包括呼吸急促、出血、出现肿块和身体机能改变，如果有以上的情况就要及早求医了。